本尊是这样出来，到底像不像？对，第一位，一二一号的，好，我们看一下一号三，请看。哇，这什么？等一下，他最近很红。澳洲的树懒嘛，树懒，他最近那个电影啊，《动物方程式》对，里面的树懒，对，等一下，现在里面是出来是人呢、欸，是人，是人，人长树懒，树懒，是这种东西，也有人长得跟他像，哎呀，这个东西澳洲，对啊，太有吸引力了，国宝。但是我是现场看过树懒，对，很可爱，真的、哦，它是熊猫树懒。那因为我们算 VIP 嘛，是是是，哦、你这也可以 VIP， 对对，看动物什么东西都 VIP 啊。我们是人家国家特别让我们看，哦、然后只有我们而已，然后又可以抱熊猫啊，可以抱树懒，抱树懒，抱你要抱也可以抱，它那爪子很厉害，要真的吗？它手很长，那因为动作很慢，它动作很慢，它很懒，它超懒，超懒，那你抱它也要很慢，对，抱起来这样，你抱它也要慢动作抱。我们也可以抱哦，对不对？然后抱起来，整个是全程是 V V I P 的招待，天哪！哇，那出去一算呢，四万，要算钱的 ，V I P 是要四万，还以为自己多 V I P， 结果要这么多钱。来来来，各位竟然有一张长得像树懒，哎，就在门后的。哎，刚才打开是中平哥吧？对，神秘树洞，神秘树洞，神秘树洞，来，一二三，开，请开门。宝贝，对啊，素兰，还记得新歌吗？记得，记得哦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这么一下长这么快，你们认识的？什么认识？就是吗？以前经常在家里打麻将。真的假的？麻将？各位，这是你第五个女儿吗？不是，什么？是那位小白兔，也算是自己的女儿。哎，是那个名制作人柴智屏的宝贝，小白兔高俊雅。大家 say hello 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俊雅。啊，对对对，怎么会来上这种单元呢？对呀、啊，他觉得吗？妈妈应该交代你不要来啊。我觉得我妈有点放弃我了。对，很可爱，好可爱的女生。没有，她这张照片在网络上疯传呢。妈妈是这个偶像剧之母哎，还有、是不是啊？那没有让你演个好角色什么什么？结果居然演树懒之小时代啊，或什么这些啊？是你自己的 idea 吗？我自己的，她完全不知道，她是之后新闻po出来才知道。真的啊？那今天你来这个献歌有一个，演个树懒，树懒，因为我一生有一个直至，因为我也到过那个澳洲，亲自见过树懒，但是就是没有听过他叫的声音。对，今天树懒本人来了，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听听树懒叫的声音？哎，宪哥，你没听过啦？我没有听过。我们忍这个已经忍很久了，没想到先开第一枪。对，很多东西要用严肃的心情。认真，这个叫做严肃。好朋友的女儿开个玩笑，妈妈是又是自己的学妹，讲这种话吗？对啊，而且你还 VIP 的，你还没有听过她叫的声音，像话吗？那你有？来，你勉为其难啊！叫一声什么？喂，你看我鼻子在干嘛？这，你看他笑起来就有那个 feel 了，就是、笑起来就树懒笑的感觉。他是一定要处于什么状态？你知道，就是非常开心，很好笑。对啊，这样有没有？看着前面，而且要慵懒，慵懒的感觉，摆一个 pose， 一二三，打电脑，要叫吗？要叫，也叫，也叫，一二三，啊啊啊！声音比较符合这种脸型哎，大叫都不行哎，第一棒这个几乎是满分，后面就不行了啦，那太像了。你妈怎么会这样把你放出来演树懒？当初是谁发现你像这个树懒的？因为我朋友就是他看到那个节目里面有那个动物方程式的海报，然后他就看到那只树懒，他就说你长得跟他好像，好像。对，然后我就一直先否认。那你有痛殴他吗？没有，就是那个照片也是他做的。那妈妈没有给你演小时代？啊，没有哎，也对嘞，我是看没有什么角色是的。喂，小时代里面没有动物园，没有动物啊。那个也 hold 住姐都用了，为什么不用自己女儿呢？这种态度，对啊，小时候多可爱啊！对，我看那时候大概就是这样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小时候有看过，小时候像树懒，小树懒，对啊，小树懒，像树懒，树懒小的时候，小时候松鼠也像，还有专门像动物，那个无尾熊也像，哎，
这么小嘛，那看到我的腿以为是树干，难怪人家要放毕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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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毕业，那全心往这上面发展，未来艺能界有什么规划吗？就是先专心当演员。干嘛当演员？演员不好赚啊。那要当什么？慢慢来嘛，慢慢来。跟叔叔一起主持节目，叔叔可以带你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有些你戴帽子也很适合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没办法叫你去小明星大跟班。哦，好啊，换下。主持节目就忌讳腿太粗。哪有这种忌讳啊？你这多了，皮肤又漂亮，对不对？皮肤又好，又薄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不是皮毛线多，我站不是嘛？站，来，你会喊吗？好，你试试喊，给你试一下。等一下，因为它是树懒，所以你要慢一点，动作慢一点。欢迎收看综艺大热门啊！慢，动。我刚刚速度太慢了。树懒的太可爱了。洪都拉斯老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爱啊！哦，你们这个第一个这个旋风部队实在太像了，而且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哎，为之一亮。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说一个像这样子的动物能够用女孩子来扮演，我本来以为是男的，然后他也不忌讳了。对啊，而且就他就能够有一种那种去的啦，有一种自嘲的感觉。对，还好，还好就念戏剧科。对啊，就念我们学校台艺大戏剧科，真棒。出了多少人才？最厉害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演员，我演什么叫什么？在学校里面，老师有没有叫你演一坨大便？都有。马桶，然后你就开始马桶。哎，我是拿最高分的，人家马桶，对不对？这个我没有，你是我马桶。哎，你这是演大便被冲掉了。你演到大便去了，演错，你一起晒呀，恭喜淘汰。一坨，然后最后还下去这样，对，太棒了，来，大概，我觉得很像，而且他不只可以像树懒，刚红哥说他可以模仿阿凡达，红哥说他连竹篮还多一点，有无限可能。然后我们还讲说，哎，他不行，他妈妈是我们的前辈，不可以讲，不可以讲，不可以，你要讲出来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戏剧嘛，演员就什么都可以演，什么像什么，对，很像很多人。来，詹子琴小妹，我觉得第一方招太强了，因为我在网络上就有看到的照片，那我今天看本人真的很像，对。我们为了要让大家有更有 feel， 我们站在照片前面来一个，对，来来，宝贝，直接来模仿他，哎，还穿的衣服还穿一模一样，对啊，穿一样，好，大家朝正面，朝哦，好，这样一啊，这样，嘴巴要半开，眼睛要半闭，一二三，来。